凤凰每周快讯由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您健康的选择大田豆品联合赞助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头条新闻。美国密苏里州再传出有黑人青年被警察枪杀，警方称一名黑人周二晚在街头拿枪指向警员，最后被击毙。事件再度引起骚乱，大批的民众在现场与警员发生冲突，至少三人被捕。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晚上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我在国航享云，地球公转，我的节奏自转，享受云端，自在国航。我这个人呢，非常注重生活品质，热爱户外运动。工作之余，我喜欢跑跑步，呼吸新鲜空气，听听小鸟叫。我觉得跟大自然接触是件特美妙的事儿。当然，除了健身之外呢，我也非常注重饮食，每天一杯大田豆浆，补充营养。大田豆浆是我生活质量的保障。欢迎回来，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发言人当地时间23日表示，90岁的老布什因出现呼吸困难症状，目前已被送往休斯顿的医院接受治疗。正在度假的总统奥巴马也透过发言人表达慰问之意。发言人称，老布什被送往医院是作为预防措施，并将继续观察其病情。他的家人曾表示，老布什因年事已高，现在必须有旁人协助才走得动，这让热爱户外运动的他相当的沮丧。另一方面，一项美国汽车协会的调查显示，加州大约有1220万民众将在圣诞节长假出游，包括乘坐飞机和自己开车出游。圣地亚哥是全国三大度假胜地之一，而假期游客人数猛增，不仅是由于目前实处圣诞长假，经济复苏和油价降低也对其产生很大的影响。据悉，今年全国外出度假的游客达到9860万，南加州居民的出游人次也创下200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另外，出机场的客流量大幅度的增加，开车前往旅游目的地的加州居民也超过1000万人次，也比去年增加了3.4%。好了，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哎，我跟你说，我最近装了 iCalc BB 家庭电话，只要4.99元，中美双向直播，美国打中国，中国打美国，都没有长途费。我都用 iCalc BB 10年了。那你知道吗？ iCalc BB 最近还推出了手机 app， 下载这个 app 打长途都免费呢。iCalc BB 还有中文电视服务，这个还真不知道。推荐朋友还送礼品呢。iCalc BB 电话加手机 app 加中文电视，每月4.99元起。1-877-482-5522。2014 Fusion， 有人换车为了科技配备，有人换车为了性能表现，有人换车为了动力输出，也有人换车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目不转睛，爱不释手。购买福特 Fusion 的理由有很多，您的理由是什么？现在租赁2014 Fusion， 今天就光临南加州福特汽车经销商。欢迎回来，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两架波音737飞机23号在地面发生相撞事故，两架飞机机翼受损，所幸机上乘客和机场人员没有伤亡。据悉，一架美国西南航空飞机机翼的翼梢撞到了正在滑翔登机口的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37飞机。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表示将调查此事。让我们一起再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联邦公民及移民部长亚历山大今日在多伦多的士嘉堡主持公民入籍仪式时宣布，今年有超过26万人入籍成为公民，人数比去年多了一倍，亦是本国历来最多人入籍的一年。亚历山大表示，今年8月1日起，加国入籍法改革，原本需要3步的申请程序，现在只需要1步完成。8月1日之后，宣誓入籍的人士多达115000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0%。2014年6月以来，入籍申请积压个案减少了17%，为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好了，又到了聚金华尔街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文投资网的金融分析师 Warren 为您提供的股市最新走向。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周三的聚金华尔街。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呢是最近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事件，就是上周呢，应该说在纽约的2个警察被黑人枪杀，那么在此之前呢，白人警察呢也枪杀了2到3个黑人吧，应该说这是一个种族的一个冲突。那么在股票概念当中呢，股市概念当中呢，有一个概念股在今年的下半年表现是非常的不错，就是讲警察配置这个概念，包括像 DGLY、ISNS。DGLY 是一个这个 wearable camera， 就是可穿戴的一个摄像机。ISNS 是这个很多一个监控的摄像头。那么最典型的一个股票呢叫 TASR， 是警察佩戴的一种无伤害性的一个枪支。那么最近呢包括这个加拿大多伦多Ontario 这个省呢安大略省呢也向这个 TASER 呢就是订单。那么 TASER 呢在本周呢创出了一个近期的一个高点，应该是说52周新高。大家来看图一TASER 呢 TASR， 我认为呢现在这个美国的执法机关的白人与这个黑人的少数主义的一种种族冲突，给了投资人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无伤害性不致命的武器呢是可能缓解这个种族冲突的一个非常必须，那么这个订单也会非常大，所以整个的这个板块正在逐渐获得一些散户，大部分的散户和机构投资人的青睐。那么我们想 TASER 的话它的公司的情况呢，大概60倍的市盈率，每股盈利呢也是在持续的递增，但是60倍的市盈率能不能维持这个我们还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第二张图呢，我们从这个 chart 来看，这一个股票呢正在出现一个头肩底的一个 breakout， 所以未来的走势呢我相信呢可能投资人会想象很多的不同的一种概念吧，就是概念，就是可能会通过并购等等，做出更多的这种执法机关必须具备的一种比较文明的一种警察装置来缓解这个种族冲突。所以我觉得 TASR 当然 TASR 作为赚钱的一支公司，而且就是作为 leader， 那么 ISNS 和 DGLY 作为还没有赚钱或者即将赚钱但是还是处于亏损状态的2、3线类股呢，非常值得投资人关注。好，感谢各位收看，明天再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凤凰每周快讯的全部内容，详细的新闻内容请继续收看晚上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新闻，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 进行订阅。我是依依，感谢您的收看。